昨天有个朋友在电报群里说了这个一带一路的事儿啊，其实涉及到这个大傻逼的这种结论。那么我之前说过许多遍，但每次都不太容易说下去。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出现一带一路的这种提法？之前没有提，是不是就没有做？可以讲，在比今天还要困难的时刻，中共都在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是为了稳定国际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们需要更多的国际盟友。为什么需要？是因为60年代中印边界战争直接导致的后果。当然可以说，在发展中国家，印度比中国更值得赞许，因为他们是靠非暴力不合作换来的政权。有没有武装斗争呢？有啊，是吧？国大党有专门领导军事运动的，只不过他们的道路没有成功。所以在很多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看来，印度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获得独立以后也能成为不结盟国家。什么叫不结盟？他们害怕有人在他们脱离了殖民统治以后还在幕后操纵他们。中国跟这样的国家掐起来了，掐的结果是印度连不结盟国家都算不上了，同时向两个阵营寻求帮助，美国和苏联都伸出了援手，所谓的不结盟不存在了。那么在这个时刻，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不是就更完蛋了？在西方国家眼里，他们所讲的，向整个世界所阐述的中国，被更多人采信，倾向于社会主义阵营呢，更愿意倾听苏联的表述。从不结盟阵营，人们看到的印度，都被毛泽东的中国欺负了。所以没地方说你啊，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缓和在国际范畴内自身的形象，开始对外援助，不惜一切代价的援助。那个年代的援助其实是拿中国人的血肉去喂饱比中国更不发达的国家。你后来看到习胖提出来的，就他上台第二年提出来的这个一带一路，是延续了毛时代的做法和江时代的提法，叫恢复，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到哪一个时代都行。有人要把它比作汉唐，其实我知道知识界更愿意回到宋，尤其是北宋。那么这些做法事实上都被认为有效的解读了毛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个做法
而且邓时代有一个提法叫停止对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其他大洲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够不着。那么一带一路直到今天，许多人认为的这个习胖的大撒币撒了什么，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套路啊。他以美元计价向发展中国家，向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叫联合国认定的这个低度开发国家进行投入，先投入，然后你的经济转动起来了，我再拿走回报。听起来有点像以经济利益杠杆驱动，是这么一个循环。其实不完全是，有许多是政治上的考量，跟经济没什么关系，但绝大多数有经济目的。那么他撒了多少钱呢？按他对外宣布的，撒了几千亿。真撒了吗？研究这个问题就很不好看，是吧？其实不仅是一般的民众，包括一些大嘴巴，人们把他通常视为精英的这部分中国人，他们都不一定能看懂习胖撒的是什么。撒的是狗粮，很有限。不是他不想撒，是他没有。中国每年获得的贸易顺差，中国政府宣布的很多，美国宣布的也很多，但实际上中共能拿到的不多。因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获得巨大贸易顺差的年代，你如果看一下它的构成，你就应该知道有许多是外企，甚至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商品销往美国。那你告诉我，这些外汇在哪儿？都流向了中国政府吗？中国政府能拿到的是税收和强行结汇的一部分，这部分很少。真的外国企业，你很难让他强制结汇，对吧？有中资成分，有可能。然后有一些是中央政府套他头，让他继续扩大投入，这样他会结汇一部分，让中共获得报表上的顺差。这也就是这两年这个外资、外债、外储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化了，就出现一个问题，报表上的数据还在增加，但是现实中中央政府能够使用的外汇越来越少，外汇储备几乎不堪使用了。那报表数据那么好，为什么它不能用呢？是因为短期的外债不再给你攒齐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很难维系下去了。那么浪既然已经退潮了，就应该能看出来习胖的中央在国库这一块要露出底色了，所以他今天的外储实际上是不足的。你因为他就说前期撒币撒得太猛了吗？真撒出去的有多少啊？
钱给亚非拉这些老朋友的，往往连零头都没拿出去，贿赂一下，然后按美元计价，一个庞大的合同，一个巨额的债务，是由国家背着的。真正出去的是什么？中国的援外项目、材料、工人，甚至车皮。你要对这一块稍微了解一下的话，你应该知道，连进入你的车皮甚至燃油都是预先批过免税的，对援建的这些国家是一轮新的剥削。可惜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只想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揪着习胖，揪着他的做法批斗一下，但这跟事实相差很大。对外投资的庞大有一部分是去产能的需求，你看到的所谓的去产能，很大一部分层面上是靠对外基建援建来完成的。这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经济硬着陆的一些措施，很遗憾是吧？很多人看不懂，你又不好说，因为一不留神就被认为是特务，认为是帮助共军在掩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涉及到这些话题。其实你看不懂今天的中国，看不清楚中共的做法，你就根本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去评判甚至应对目前现实中的中国，更不要谈为未来的中国民主化去做出自己的贡献了。因为你的基础是错的，你对现实中国的认知是有障碍的。好了，谢谢大家，再见。